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us， 耶、yeah,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看到档没有就懂，今天有个计划，就是要人生体验第一次驾 GTR。然后这 GTR 哦是比较不一样啊，这 GTR 是 Charles T 的 GTR。妈呀，这一年我也坐过一次吧，因为他很常坐保姆车，很少会驾出来，要不然驾出来都不会上他车，应该在摩纳。所以今天哦邀请，然后去体验他的 GTR， 然后去试驾，还有去绕绕一下。我们出门前，我们去梳洗一下，然后我们就出门了 ，Let's go。Before 出门前哦，我要介绍你们的东西。我们做一个普通人也好，还是我们做这一行 YouTuber 哦，我们很注重什么外表还有牙齿，因为我们常常要出去跟人交谈讲话。So， 我最近圈粉了这个 U Smile 呢，是中国销量 top one 的电动牙刷品牌。然后我们这一代是刚新出的 YE Pro， 他们的这次呢就增强了一个清洁效果，还有一个去除牙菌斑高达98%，98%， brother， 就是基本上你牙齿哦，今天吃了什么东西，它都弄到干干净净。他们有三种模式，第一种 normal 用的清洁模式，第二种是给那些常喝咖啡和喝茶的朋友所用的美白模式，然后第三呢是针对口腔比较敏感的朋友使用的呵护模式。然后呢他们的牙背呢有一个气垫软胶，所以你震动的时候呢不会伤到你的牙龈还有你的牙齿。而且你看啊，开机过后你挤牙膏它不会抖下来的，但是当它 sense 到你动到牙齿的时候呢，它就开始了那个模式应该的抖动方式，换挡的时候你就会 feel 到那个智能的效果了。我觉得很多人觉得电动牙刷哦很麻烦，又要去充电啊，要去换东换西。我讲这个 U Smile YE Pro 呢，让你惊艳，也是让我惊艳。你 charge 一次也用一年，基本上就是你每一天早上来用，你明年还 charge， OK， 你用整年。如果你是常用传统牙刷的朋友呢，我推荐你们这个，因为什么呢？你们一年都要换几次牙刷哦，但是这电动的又用你的力，然后可以清洁高达98%的一个牙菌斑，一年才 charge 一次。然后这个东西是非常耐用，还有很照顾你的牙龈。我要出门了，哎呀，打扮好了，梳好，拎牙了，现在就去找 Charles T 了 ，Let's go， 找 GTR 了。OK， 我们终于来到 Charles 的家了，然后现在身后就是他传说中的 GTR，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邀请我们的主角 Charles T。跌倒一下。OK， 这个背景你们应该很熟悉啊，因为Charles家每次拍就是在拍车的。对。所以我们 before 开始这个体验之前啊，我想问，为什么你这样多跑车啦？你这个 budget 啊，说你要去买一辆 GTR？ 这个是因为我很小很小之前我就很喜欢看 Initial D， 可是还是 R34 还是 R32 我忘记了。R32 那个旧一点的。然后我看到 R35 出来的时候，十多年前就出了嘛，然后我就很喜欢它的尾灯，视力那个原因。OK， 就是其实它以前的车也是那个视力很经典嘛，对，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两个。虽然我懂是买来是蛮亏的，因为它是一个很旧的车，对，可是就是完成一个小小的梦想。然后还有一个科普啊，现在 GTR 是越加越有钱，是我也没有想到的，现在突然间起价，对，现在起价了，因为它停产了。名车买的时候已经起价了，心想哇 ，GTR 起价要奇怪了。所以现在这辆车哦是不亏钱的，反而来赚钱。如果我早一年买的话，赚更多。我一年里面暴涨100000的这辆，差不多。然后我再买买了，然后又暴涨70000，爽。这辆车你外观大概改装了多少钱？我忘记了，应该是在4-5万。当然外面罢了，因为它的 body kit 蛮贵的，然后还有就是它的 fender carbon 一大堆的东西。我记得看过阿强的 video， 它的那个年子都不便宜。哦，年子就差不多要整10000，刚刚快啊。然后内饰呢？内饰的话，其实我没有什么改，可是算到来好像也花了接近一万块，因为我里面很多是 carbon 然后就是有放一些 LED， 那 LED 很便宜吧，然后就是那个风呢变成 mercer 风哦，那个吹风冷气风头是那 mercer 那个有颜色的，对，会看起来会比较高级一点，对，因为 GTR 里面是很旧的，是很旧，很 plastic 的，对，所以我一定要花钱来改里面，因为外面给人家看里面是金属。是，那你 engine 有改过吗？没有啊，记得我买的时候它已经是 stage 2了，所以是600多匹。哇，600多匹，对，600多匹是我的车的，我车160你来试驾 ，OK 啦，因为我没有驾过 GTR，所以现在是 Charles 先教我，还有给我解释它里面的那些把灯啦，它那些东西先，然后过后我就去试驾。
所以我们 Let's go， Let's go 吧。现在要来给你解释一下你的梦想车要怎样用的。其实也是一个普通车吧。嗯，来跟你们讲一下。OK， so 要踏 brake， 然后 start engine 哦，就在这里咯。然后我很给高的，就是有做了一个 Lambo 的啊，那个五路车，特地去做的这个东西。然后其实基本上就是 start 车，然后放低，放 hand brake 走啊。里面有什么 special 的把灯是？没有，我要去注意的嘛。不需要，完全是不需要的。或者是你要用这个去跑哦。其他东西其实这些把灯全部多余的，还好不了。因为车够快，不用按东西就很快哦。可以这样讲。因为它没有什么 sport mode 啊， eco mode 没有。哦，没有了。因为这个这样多年的车嘛，那时候都没有这样的东西。比较像我们正常我们普通价就可以了。对的，然后本来是他们讲可以换一个大萤幕了嘛，新款的，可是我不舍得这些把灯。哦，因为我觉得这把灯很像飞机。哎，是，你看，对对对对对，开升双。然后这三个如果你开的话，你会更稳更快咯。哦，这个东西，因为它是玻璃的打压，然后你的 spring 的，还有这个东西我就不懂了，应该是四轮驱动啊之类这样的东西啦，因为我不是很熟。OK， 是阿哥比较熟。在你先载我走一圈，然后载我 try， OK？ 我们飞一轮先。喂，不要喂，怕怕。好了，现在卡尔斯要载我去了。住这个区的啊，谁都跟你说了，有中口没过，是啊，因为它两很潮。第一轮刹车很潮啊，因为我们刚才架过来哦，没有这样潮啊。我在 GTR 的话，我是通常会等到有一个日本画出来了，我慢慢那什么什么，我才走啊，因为它是完全酷到啊。因为他们讲车哈不可以一开就加，对对对，长期会坏，他给他那个 OEM 热一点的还加。我真的是整辆 carbon 到完哦， yeah， 不算负啊，还有更负啊。哦，可是负 carbon 的话就太难看了，对吧？太 over 了，太 over 了。其实是很舒服，舒服了，可以坐普通车。哦哇，这个 lining 真的很美哦，就是阿炯去搞啊，他收到很美的东西。哇，他的手工很好哎，我看过阿炯的 video， 可是真车没有真正去看，真正去欣赏过。但是你有欣赏过一次吧？啊、就我们很简单的来家，我们就是来，哎哦，江宝咯，我们就走上去了。OK， 所以现在我们就出发了，我们先 chill drive 一下。其实它很多 button 呢，你讲用按什么东西好像很奇怪的。可是基本上这些都不用按了嘛 ，radio、aircon， 然后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那 function 哦。然后这里的话，这个就是隔哦，你放 USB 啊、Bluetooth 啊。哇，那个主要是真的是很派啊，就是你很爽啊，什么的。所以我为什么要买 GTR 的原因，其实我很喜欢它那个声音是，哇，对对对，很响，它很凶啊，不是像我们那种，那我们普通的车要改到很大的，还有这个声音。玩这辆车，你买了过后也没有你想象中加那么多，是吧？对，其实我已经算加多了，可是不会特地一直这样加出来，因为吼、哦，你一直这样加出来的话，都不方便，很多不方便，可能过磅嘛，进发电厂啊，这样子。虽然是进发电厂没有问题，可是还是有些发电厂会比较低一点，我就会磨到。到碰人到处，所以你讲方便也是算方便的，就是你这样加的话怕伤，是因为我要长期留着这辆车啊。哇，它那个是 roll off 的声音也是、啊、对对，我有去装那个哦，很爽、啊。哇，那个 roll off 声音够力耶，这个美六比较好听。哇，够力，那个对，很爽啊，那个声音。因为之前我有看到，我看到一两台，它是啊，很够力，很大声的、哦。哇，这个已经很够力了嘞，对我来讲啊，因为我们车不会有嘛。对对对，哇，这种感觉很热血，很爽，很爽，很爽，真的很爽。而且 GTR 的声音，它换压声是最舒服的，所以我每次要听它的声音，我就会用 Battership。Battership 讲讲一下换压声音，因为哦，好像我可以拉到准，但是如果拉远，如果是 Auto 就不能。哦，就是它可以拖啊。对。那个嘣！哦，它给那个力的时候。对对对。很喜欢我明白为什么买 GTR 人啊，很喜欢去跑那种顶山啊，对对对，就是他可以拉那个无力拉很高，可以不到八有点伤啊，我每次不到五六啊，你帮助已经很好，很爽啊，已经很爽啊。我坐过 Vincent 的车 ，Vincent 的 GTR 哦，它新一点，然后它没有改任何东西，嗯，它也没有那种 blow off stage 做嘛，你有改很多 blow off 那些东西哦，你会 feel 到那个激情感跟这两差太远了，因为那两算是比较 original，基本上是 original 的，它只是改版罢了，因为他就喜欢那 original， 他那两是 black edition， 这两是 black edition， 也是 black edition。可是可以改到变成 carbon edition， 所以我本来也是要 origin 的、我其实我买这辆车的时候，我不懂它已经到 stage 2了、然后我买了轮完了我才驾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不一样，然后驾的时候还哎，你这辆是 black edition 的，哎，你这辆是 stage 2了，600多匹了嘞，哇，可是它不会想象中600多匹那种很 chop 的感觉，它不会，它顺到顺到、就是
说明他换牙完全是很顺的。我觉得是前 owner 已经有好好的去改装了，他照顾得太好了、哦、因为前 owner 是一个医保人、欸哦、然后他是完全没有什么假的、哦、因为医保也没有入品良好，你这样长途会很辛苦啊。我暂时没有嫁过去什么医保啊，买到嫁接的地方、哦、比较我嫁最远的地方应该是拉旺哦，也没有到拉旺哎，去点 KL 哦，哎，我们不是去过那个云顶啊，云顶哦，云顶不，门东嘛，门东啊，没有上，没有上山，没有上山，没有上山、啊、我有自己吃过一次加上山，就是我第一天拿车的时候、哦、然后第二天加的时候我就出问题了，水位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改到 stage 2哦，这些东西水会用 Origin 的哦，奥利金呢，好像是 plastic 吧，所以我现在是换 aluminium，、哦、就是我比较耐的那东西。我那时候加的时候，我的水一直上来了，而且过后就爆掉了。其实我这两次已经弄很美了，就是差一个水柜吧。多少钱呢？我蛮贵的，人家水柜好像3-5千之间，哇，也是很贵，差不多这样的价钱，就一个水柜，一个水柜吧。可是换了我都完美了，完全没有事情，完全没有事情，没有。说82很低，很稳的。我加到很少啊，它也是到90左右啊，90最健康哦。对对对，最健康的、啊，健康健康就是。然后通常我们不可以驾车就一直拉门，就是要给它整个 oil 在80多、啊、然后水在80多、啊、你就可以开始跑、啊、你没有这样伤你的车咯，如果你是一个照顾车的人、啊啊、是我每次开车我都会在那边chill一下的，给他那个 meter 慢慢下来才驾。每次伯拉问我如果你不要走，他没人在那边等我 OK， 这就是你孩子的东西，明白，就像我们出门前那边干，我们出门前要等车热一点。而且还有时候你们可能有遇到超跑的朋友、啊、他们如果很心疼车啊，你们可以试看驾他的车的时候尽量不要一直布油晃、啊、因为很伤，是因为布油是有一个技巧的技巧啊。我看他们哦踩油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节奏啊，对，很稳的，就是嘣嘣嘣这样的东西，他不会是啊。有些人是嘣好伤的，你的朋友也会怪你的，因为他懂你不会，可是他会心痛。对，其实我还有一个很喜欢的声音，就是放油啊，是啪啪啪啪啪啪，哦，打屁声，打炮声这样的东西，可是很伤 engine。阿公叫我不建议我做这个东西。我要开窗口啊，会比较吵一点。哇，那个齿轮，哇，那个齿很明显。刚才我们在车里面是听不到那个他的胸了，啊，感觉他是。他好像很懂啊，这个有这样的声音，是，他顶着那个把握，然后放，很爽，而且他的给他是顺的，他说叭叭，哇，爽！因为我有载人，其实我会驾很慢的，因为怕辛苦啊。是，有些人不喜欢那种飞翔的。OK， 现在是到我了。OK， 今天最期待的，我期待的又很点紧张。Let's go。哎呦。来了的，调一下你的位置啊，你的脚有点长。你习惯是穿鞋驾车？我一定要穿鞋驾车哦，因为我觉得没有穿鞋驾车很没有安全感哦。可是我不能的哦，有些人是一定要脱鞋驾车才有安全感，因为有时候你的脚汗哦也会滑掉哦。啊，也对啊，我有试过这样，所以我怕。可是我是休闲驾，我 carbon fiber 的 handbrake， 然后按啊 ，yes， 拉下来拉完看，拉完啦 ，OK。哦，这一步压了。你现在是 balance 买的啊？哦， balance 吧。可是你要试看先 auto， auto 先 ，auto 先哦。哦，这样子 ，OK。我那个视角很 OK 嘞，其实很不错了，行了，也不会到太低，还不很辛苦，因为它不冲嘞。不会，那 auto 就更加顺了，就好像普通车吧，真的很像普通车吧，很像一个 5 series 这样啊。对，很大声一点的 5 series， 那换压也 OK。也蛮顺的，还是有一点点小冲，可是是算 OK 啊，600 PS 这样算很好了。我现在放没有柴油，它也是会用三度牙来走，对，它顺顺走。它的整个视角算一个跑车来讲是很好，因为很多跑车都看不到很阔啊，对，有点小小的紧张。你都驾惯这样多的跑车了，哦，是，我基本上手头上可以算到的跑车的牌子的价，可是就是很久没有驾了啊，那还有很久没有驾别人的跑车，对，会比较紧张，会紧张一点的其实。哇，很顺的呀，踩油的那个感觉，它不会很硬啊，不会你踩到很辛苦。哇，它五度牙就是高转了，高转了呀，那感觉。哇，那个方向盘改了哦，很好，那个触感很爽。本来是嘟嘟的，那比较小悠悠一点的嘛。对，我这手感很好哎。它这个是一来就是这样的哦，很舒服。
摸的时候，我现在才真正看到啊 GTR 的那个 meter 啊，区区要340。对，所以我现在见80哦，是在它底部好了吗？对，它连中间都没有到，它中间是160哎，所以基本上现在是超级球 driver。我每次三度给它 hook 的时候都150。哦，如果是 pedalship 的时候，对对，就150，然后我就放了，基本上我就放了，我就不会继续下去了。所以我每次到三度给它就没有，没有下文了。哦，不需要再去了。我自己也会怕，是它真的很快，它的起头。我驾过最快也是200吧，一次吧。哦，是。我去医保穿那个软个套车，可以跑这样快啊。它这样稳定的不知道好处不好，因为有时候你没有看啊，你踩一下就上去了。哦，660哦。对。如果有时候不小心踩到200啊，你不懂你200，因为它太顺了。有时候很恐怖啊，就是。很恐怖。真的是越老越怕死啊，真的。没有啦，我们长大了，我们想要家人啊，思想不一样。小时候真的，你驾摩托那些，你是去到玩的。可以啊，那个油针是在那边啊，你不理他的。我这里都没有试过加300，200都没有上过。其实真的是享受那个车跟它的外形就很开心啊。对，不要加这样快的原因是因为也很伤 engine， 我对它就是很照顾。对对对，因为你这种 engine 一伤一轮就没有5万，至少都没有万以上了。对，很够力。这种贵的车一定跑不掉。然后你又换过就不是那个感觉了。还是 OK， 没有 OK 的，我也是这样。哦，有时候会看不到的。它的 suspension 哦，你要讲很软又不会很软，讲很硬也不会很硬，就是OK， 就是在那个舒服的阶段那边，就是你驾久也不会腰酸背痛啊。对对对，因为它底下也不是很矮啊，不会矮，它是正常车的一个高度啊。它在跑车里面算是高的。对，其实很多人也觉得其实 GTR 算是跑车来的，还是算可以双门罢了。双门，可是崇拜 GTR 的会觉得它是一个神。神，第一个神就是我驾达达的啊，对，它是第一个。这个是第二个神，对，我其实驾过三个神的，还有 Supra， 对，所以是日本、亚洲三神我都驾完了，对，因为这三个都是曾经的巅峰嘛。而且那时候你讲你要买 Supra 的时候，讲哇完美的，我们三个哦，达达、Type R， 我 GTR， 你 Supra， 完美，完美这样。哇，希望今年可以 hit 到这个档，要努力一点，因为真的是很喜欢 Supra 那个价位来讲又很舒服。你是在哪家 Ford 来比，还是 Supra 来比啊？还有问过我，啊、我讲肯定 Supra 啦、啊、，Supra 的回头率太高了，太高了，太高。不是 Jack Ford 回头率不高，是因为 Supra 的外观哦，太新款了，太新了。虽然他很多人讲，哎呀，心脏是变了嘛，可是你讲那个名字哦，就取代不到 Supra 曾经就是神了，他就是神。所以你讲我怎样都会买 Supra 哦。很多人觉得，哎呀，花这么多钱去买 Toyota。去买尼桑，对对对对，很多人会这样讲。这样了，你看我为什么买的啊？你问达达，真的是买情怀吧？对，我不加手压了，我加手压，我觉得他手压很顺，顺到顺啊！哦，是哦，那时候他生日第一天上圆顶，我觉得加上圆顶干顺，真的过完很稳，很稳，真的过完那个是我们 expect 到会这样。我坐过86，他过完很爽，因为50/50嘛。对对对，哇，他啊那种，他又可以快到来，又可以过，又可以过完，然后他又不会觉得到你会甩，因为他的那个马克西会吃着你。是是，然后我这两个有时候加快过完。还是有一点会怕怕你，然后会甩出去的 feel。毕竟它的重量很不一样啊，对，台步还不一样。OK， 我现在开始用摩托跑啊。OK。我那个 block off， 反而我坐旁边没有听太清楚啦。这里跟这里干清楚是不是？压在这里哦，难怪它那个齿的声音像 3D 一样的。对，很爽。哦，很爽很爽。我就是嫌它不够大声嘛。来啊。来。它是放啊，就跟着放。对，第一放油还是放了。哇，那个摩托声音真的是让你会起鸡皮疙瘩啦！你看齿的时候，那个声音是我平常是车听的。它那个齿像我们那个 bus 啊，来开那个门，对，那种声音。OK， 等下我们 try menu， 对，你要过多，过多你就可以换 menu 了。因为它过多我没有这样爽，它踏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笨重的感觉，对对对，它有点要踩的深一点。开去，我 feel 那种感觉，你讲啊，就是那种它拉住你一样啊。所以说我不喜欢，它有延迟一点点。我一定要用人家去。哦，一个科普，如果你现在过这个洞，你用这个卡，你回头不用这个卡，你用别的卡的话哦，它 judge 你整个尾线的钱。哦，是哦，就是很高哦，很贵啊。我们这边 KL 去槟城是45嘛，我们这边去 JB 30多啊，所以90多。因为那时候达达跟我讲，所以我还懂。因为达达讲那个他的那个卡没有钱了，他又来不及进，他去订的时候扣了90多块。我擦，笑翻你！哎，出多了哦。还有啊，调整了啊。OK。完全直线有点卡住，有点可惜。我每次五
啊，四五我就放了。你还会去看哦？我现在很紧张哦。我会看，因为我习惯了嘛。哦、第一次驾，我现在是看马路，我又不怎么看那里。可是我看到红色灯蛮高，我就放掉了。哇，他这个我明白你讲那个牙的声音了。对，他逼你一下，叭，这样，对，你这样讲也对，对啊，叭叭这样的 feel。那四号牙就是吃那个力啊，维持着那个力，维持那个力那边哦，它不会好像掉下来。刚刚我们讲飞飞飞飞机啊，你看我的水妹妹哦，八十多，有上到了，像平平一样，会自由嘛？自由，自由，今天要转的自由。如果我一直这样飞的话，是很自由。可是我觉得我这辆还好，我之前有驾过一两千多匹，你记得吗？啊、金色的，从我的家去 KL 有一点带飞的话，啊、然后再回来差不多半个月，半个月就没有。有试过就好了。觉得可能等下次灯牌影片的时候，我加出来，我们晚上哦给你穿一辆实路了。哇，真的真的。好啦，我们现在就慢慢教训一点赛车，然后我们再回去做 ending。耶、yeah, ，终于回来了。Yes. Okay, 所以今天谢谢 Charles 带我来体验你的600多匹的 GTR， 然后也见识到什么叫做真正的 GTR 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一直以为 GTR 是一个很冲的车来的， okay. 可是现在 after 体验过后，对它改观很大。我们希望 Charles 未来还有更多跑车给我试驾。Yes， 我也是想，我也是希望 Kevin 也是说，说不然给我试驾。说不然下一次是你带我了。对对对。啊、然后如果你们喜欢影片的话，请订阅 Charles 莫纳的 channel，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分享出去。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